行了，上面说叫后边行，叫你来东西啊，断脚。真的好生气，对着医护人员大吼，因为按照通知单时间到场，居然满满都是人，打疫苗药先抽号码牌。时间几点就叫几点来，你就叫时间，你就没时间再分牌了嘛。什么的？八点到几点打？打开始。啊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全部。什么来排个当清楚？啊，那老人一个在来，我吃个五六点起床，了到八点住下。我叫时间晚一点，晚一点，晚一点，时间啦。台南东西区施打疫苗，锁定65岁以上长辈，一天限量600剂，20个里分上下午。结果大家不分时段，一口气通通来了。哦，排到够远啊啦！哦，你想行嘛的？队伍绵延好几百公尺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有人自备扇子，带了冰水，站到脚酸，还搬了长板凳。从会场往后看，队伍绕过路口，骑楼全站满人，人行道都是人，更不用说摩托车乱停，交通一团乱。最早清晨4点半就来排队。我是英国，请来请这位。我干嘛来啊？五点来到这，反正在这提早排啊。疫苗一剂难求，号码牌不一定有，有号码牌也不是马上打。再看看这夸张群聚的队伍，想打到保命疫苗，人民真的心好累。记者蔡双杰、林智慧台南报道。